做玩具 TV 咧，可以拿住支啤酒去做咧，其實幾過癮嘅。好咁啊，今次焦點就係 Rock and Jerry Bean 嚟咗香港，咁啊，我哋而家就會帶大家睇一睇呢一個 Art Gallery 入邊有啲乜嘢睇嘅。講定先，18歲以下，我建議你熄機。父母喺度，側跟有小朋友嘅，我都建議你熄機。即係我寧願呢一個。即係少咗幾十萬人睇咧，就好過即係有啲你唔係咁想你附近嘅人睇到嘅畫面出現嘅。入冇粗口嘅唔使擔心，不過純粹係震撼性嘅畫面啫。我哋入去。好啦，咁啊嚟到觀塘某商廈入邊某單位，今次係呢一個 Rocker Jerry Bean 第一次嚟香港搞嘅 Art Show， 咁啊喺呢個 Do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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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allery 嗰度舉行嘅。咁或者我都簡單咁樣講一講翻啊 ，Rocker Jerry Bean 大師係何許人先啦。咁其實如果即係大家都有留意開一啲 Art Gallery 嘅話咧，咁對於一啲好精彩嘅美國風嘅藝術創作，特別係同程式有關嘅話咧，都一定聽過呢個大名嘅。我自己就有三個呢方面嘅程式大師，我自己幾中意嘅。咁第一個就係空山基。第二個就是志田克也，第三個就是今次嚟到香港搞個人畫展的 Rocking Jerry Bean 神啦。咁啊，開始我哋而家都殺咗入嚟啦。咁啊，或者都可以望翻而家我哋又影緊 Rocking Jerry Bean 神嘅個人畫像嘅。咁啊，另外都可以我諗望一望翻而家個場入邊咩環境先啦。嗱，其實呢一段時間咧係淨係招呼 VIP 同埋一啲相熟嘅傳媒，咁所以我哋有幸地喺呢個時間都嚟咗。不過我係冇遇到有咁多人嚟嘅。咁啊點都好啦，咁啊入到嚟就可以飲酒啦，有啲零食招呼大家啦。咁同埋本身其實好坦白講，今次都幾星光熠熠噶。咁啊，如果即係大家有玩開 figure 嘅 figure 界嘅大師啊 ，Chino 啊，另外即係阿北奇啊，另外阿、威哥啊，同埋阿 B Wing 啊，等等等等等，其實唔止嘅，都有嚟到今次嘅 show。咁啊，其實如果我知道林長棍會嚟咧，我會拎埋個二型 figure 俾佢簽嘅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其實都如果即係大家真係話中意 Rocker Jerry Bean 嘅作品嘅話咧，都知道其實佢點解叫 Rocking Jerry Bean 咧？就是因為佢本身其實即係個膊頭上面都有一啲即係幾似 Jerry Bean 嘅形狀嘅胎記，咁所以佢阿嫲就同佢即係改咗個即係 nickname 叫 Jerry Bean， 所以就用到今時今日啦。咁當然啦，其實本身佢開始創作即係屬於佢個人風格嘅藝術嚟講咧，最主要都係用一啲即係好靚嘅裸體女生做主題嘅，咁啊，所以點解話咁啱我口味呢？咁呢樣嘢其實都幾主要嘅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其實佢同埋呢一個即係音樂啊、rock 啊，都即係有幾多相同嘅關係。咁啊，點都好啦，即係佢自己嘅創作同或者作品咧，即係無論喺日本或者海外咧，都有好高嘅評價嘅。咁本身佢亦都有即係同唔同嘅媒體去合作。即係無論平面創作啦、figure 啦，甚至係即係海報設計啦、戲啦等等等等等都有嘅。咁變咗其實即係 Rocker Jerry Bean 本身咧都確實係幾多才多藝嘅。咁而家大家影緊嘅其實就係個 bonus 啦。繼續啦，冇問題。我哋特登影。好啦，咁啊本身都可以望翻Rocker Jerry Bean 嘅作品咧，其實都見到係用一啲我自己覺得有少少 vintage 嘅風格，再配上一啲好誇張嘅線條同埋扭曲嘅銅體，去表達咗一種好強勁嘅色彩感。我自己個人就幾中意呢種風格嘅，咁所以點解即係我自己覺得即係三大程式藝術作家
Rocker Jerry 邊係絕對係佔一個幾大嘅席位。咁啊，講翻今次呢個展先啦。咁其實本身都會有嘢買嘅。咁啊，其實喺大家而家望緊現場嗰度咧，除咗有佢嘅原畫展出之外，亦都有好多sell screen print 係即係喺安西限量發售嘅。咁啊，普遍係即係100张，就再另外就加埋 Rocker Jerry 邊嘅親筆簽名。咁當然啦，除咗本身嘅藝術創作你可以俾錢買到之外咧，亦都會場有好多明信片、sticker 或者 T 恤發售。咁變咗，如果大家中意 Rocker Jerry 邊風格嘅朋友嘅話，呢一度應該你都幾大鑊嘅。係啲時扣嚟。最容易達到目標咧，今次其實本身有好多唔同嘅原呢一度都有展出嘅。咁其實如果喺原畫嗰度，大家即係熟 Walker Jerry Bean 嗰啲創作嘅話咧，咁你喺原畫嗰度已經可以發現到本身會有唔同顏色嘅版本噶啦。係啦，咁另外本身喺會場中間都有一啲海報，同埋之前本身有出 postcard 嘅 art design。我自己幾中意 How to Works 呢一張15周年，即係初其實本身呢一張咧，香港反而係冇得買嘅。咁當時就喺日本網上邊，同埋喺一啲特定嘅會場限定都會有呢一張賣。咁今次香港終於有機會可以買翻。Walker Jerry Bean 畫香港嗰一幅原畫啦，就係推出嘅吉祥物啦。大家望一望，另外我哋有少少 bonus， 我哋其實唔係想影手指，我哋想影高少少。我都話今日點解係星光熠熠耀寶亮就咁解咧，就係、是、咁樣咯。就係佢啦，我哋今年推出嘅吉祥物喺度出現啦。記住，當日畫嗰人咧，當日畫呢個公仔嗰人咧，而家喺我哋後邊咧，其實。犀利，所以即係嗰句，如果即係大家中意 art 嘅話咧，嚟到呢度嚟，其實你真係唔會有啲乜嘢覺得即係遺憾噶，因為真係好多好多好多嘢睇。唔係嗰啲排排啲嘢啊嘛，好，咁我哋或者都可以行過少少，望一望翻今次本身會場有啲乜嘢特別產品賣嘅。咁你見到除咗呢一個色鬼，點解會吉咗咁多個呢？原本。是有不同版本的獨眼人是賣的，有這個夜光色、夜光藍、夜光綠、透明等等等等等。不過因為有些這個喜歡以權謀私的人來了，所以他就已經手購了兩隻。是的，如果大家有機會可以下去這個一個用數目字的鋪頭那裡看一下的。好，咁另外本身頭先講過啦，有一啲 T-恤 嘅，咁啊 Rocker Jerry 邊本身嘅 artworks design 啦，咁另外就有唔同本身佢之前創作，就將佢呢一個產品化咗嘅褸啦、BB 衫啦等等等等，而我自己幾推介嘅，哇拿住樽酒咁樣嘢，志田黑也、空山基同埋呢一個 Rocker Jerry 邊之前喺呢一個東京做嘅art show。入面買的 T 恤在這裡你都可以找到，哇這個真是正。好了，剛才說了本身一些朗膠的 figure 之外呢，今次重中之重就是這個12吋 Walker Jerry Bean 的 action figure。 今次推出的藍衫版其實是第二作來的，本身在日本買的就是這個白衫版，這個是第一版來的。咁啊，限定好似唔知得嗰幾十隻，咁啊，亦香港要30至50隻。係，咁啊，亦都有啲人以權謀私地已經成功咁樣買咗一隻，仲簽埋名嘅，擺咗喺度噶啦。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嘅，可以繼續去用呢一個數目字做招牌嘅鋪頭睇一睇。咁下面就係本身早前都係 not for sales 一啲推出過嘅 figure 啦。
我自己最喜歡的 Cheerleaders， 這個是普通版，本身 Total 有三個版本，除了這個普通版之外，還有一個63版，同埋本身我湖人100隻限定，絕對不是這一隻，我一隻是湖人版來的。本身另外在會場都會有翻Rockin' Jerry Bean 的畫集賣啦，咁變咗如果大家中意嘅話，都可以即係砰砰聲衝過嚟選購。咁呢個係咩嚟嘅咧？完全生產限定，但係都 lock for sale 啦已經。係，咁大家望下好咯。哎呀，CD 嚟㗎，係啊係，因為本身其實 Rockin' Jerry Bean 都係一個 rock 友嚟㗎，咁所以變咗即係從事音樂創作嘅朋友，可能對佢都唔會覺得陌生嘅。咁最後呢一台都係 not for sale 嘅，早前推出嘅 Vampire， 咁好可惜呢一個我就真係 miss 咗，咁所以冇辦法啦，得個網字。咁下面就一啲 sticker 啦，都係 sticker 啦，咁都係喺現場有得賣嘅。咁呢度其實已經星光熠熠噶啦，咁都可以望一望翻本身 Rocker Jerry Bean 嘅創作啦。咁呢一度會係一個獨立範圍，亦都有一啲我相信係幾推介嘅作品，就係喺呢一度做表達嘅。咁本身其實就住原畫嗰度咧，會有唔同嘅複製畫同埋唔同顏色嘅複製畫，唔同 version 會推出。咁都有唔少作品，今次係阿 Rocker Jerry Bean 神帶咗嚟香港嘅。咁變咗，如果即係大家對於藝術創作或者對於特別係女體嘅描寫，想對於自己有一啲inspiration 嘅話咧，我都好推介大家嚟今次呢一個原畫展。咁所以其實點解見到好大部分嘅畫都係黑白呢？最主要係因為本身真係會有唔同嘅卡拉通，之後會推出唔同嘅版本，所以就有呢啲咁嘅創作嘅。大致上其實今次都同大家介紹得八八九九個啦，咁但係都同頭先阿 Rocker Jerry Bean 做個訪問嗰一句説話，其實我幾緊要嘅就係、是、你喺 Net 嗰度睇阿 Jerry Bean 嘅作品，同埋嚟現場去感受翻嗰種氣氛同埋嗰個畫面嘅創作，即係俾你嗰種衝擊咧。好坦白講，真係唔同嘅。咁所以點都好，我絕對係推介大家不妨嚟觀塘望一望翻個產品，同埋真係中意即係 Walker Jerry Bean 嘅創作嘅話咧，嚟現場支持一下佢。咁今次我哋介紹到呢度，咁希望嚟緊唔知道會唔會有類似嘅arts 嘅 sharing 啦。咁其實我自己都幾想即係將呢啲嘢帶俾大家嘅。玩咗咁多先，飲杯。You watching Toys TV.